孙悟空是峡谷中人气最高的打野之一，数据显示他的出场率长期位列刺客前三名，胜率也居高不下。孙悟空最吸引玩家的莫过于他的暴力输出，他的一棒子暴击下去，半血空血都有可能。那么喜爱猴子的玩家一般会给他怎么取名呢？第一种，与历史结合，如与西游记结合的花果山大王、齐天大圣孙悟空、大师兄、四分之一炷香、斗战胜佛、定海神针、猴哥等。第二种，与影视剧结合，如大话西游结合的至尊宝、彼得盖世英雄、踏七彩祥云、屈指侠等。这种 ID 一般都与情侣 ID 居多，他们用的皮肤也都是情侣皮肤。第三种，与输出能力结合，爆炸输出的猴子取名也很爆炸，并且他们充满自信，从名字上也可以看到一二，棍棒出猴子，棍扫天下，猴山棒，国服第一猴，猴子给我带躺。